可以卡车啊。对啊，系啊。这么久、啊，那天后来我也有去逛潮州夜市，可是我们是走比较快的，如果走旁边，不要一直把我往这边走，三米后讲。那我像这个速度，然后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哦，用这个速度应该就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后来赶时间先走旁边。皮卡车在。现在几乎都卖这些了。二，真的够。如果有看到特别，可以跟我讲，因为我已经走好几次没看到什么。然后你只是看他那股很刺激。那我不要买了。你觉得他每天吃饭，然后他有喝茶？串烧臭豆腐啊，这个说的重点。哦，对啊，可等一下要吃饭了，我吃。有啊。面。哈哈哈哈哈。蛋。看一下那什么米蛋。比较少看到在卖皮蛋，炸皮蛋。哦，对，炸皮蛋。我分头，爸爸拿来。爸爸拿来。欢迎吃吃哦。好的，我要拿过来了。对啊，炸的。不要吧，你要，你还是帮忙。炸皮蛋比较少看到。我跟你分一半，30就好，你家装2份。